过期的柜啊，过期的八块钱一斤，这个才一块钱一斤，都是从别人那种二手市场投过来的，专门买那种过期的，多有意思啊！啊，这么多耳机，你还找你的耳机？对，没过期怎么喝？对啊。再说水这种东西又不分过不过期啊，你对吧，你放的时间越长越就越口感越好啊，就像什么82年的拉菲啊，72年的什么波尔多红酒，还有我们02年的椰子水。名义之事无所惧，无论难或易啊。这个叶剑英怎么在我直播间今天说了好多的那种励志的名言啊，就最近是碰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是碰到什么烦心事吗？怎么那么多就是人生名言啊。82年的可乐，对，还有82年的可乐，对，给它沉淀，对，给它沉淀，沉淀到里面有些就是小动物玩，这味道很好。哎，我们直播间少，突然少了100个人。来一首。好，那谁在里面？啊？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连你，等一下连完，立马连，我不连你，我不是人，好吧？他怕我蹭他的流量啊，家人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是这样，我没有流量，我真没流量。我等一下连，好吧？刚忘记了。打一个好友，然后我就所以我们不是想要，我们是要好友，我们只是过路人。是不是我不知道？我忘了。领导他说我不是要好友，你是好友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好，行，等一下有更多联系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老了，你先说话，你先说话。你先说话，我喜欢女生，很遗憾，我跟男生进去不会难受。没有，我真是跟男生，我跟男生不能进去啊，跟男生进去我会条件反射的，我喜欢女生，很抱歉。那你说好基础的，我是广东的，广东人说会进去，对吗？没有。那你输了呢？不能是那种表面非常执着直男，内心里面其实是最想要的那种。啊，你沉默了，我操，你沉默了，哥们，你沉默了。没有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口是心非的男人。